火焰巨人拿着什么的？哎呦，拿着一个盘子，哈哈哈！哎，哇哦，这闪避好厉害，这样可以闪得掉，疯啊！嗯，嗯，我都看不到啊！ 他也太大只了吧！都觉得骑马打他好像不会比较好，因为看不到他在做什么啊。如果要接近他的话，啊啊！哦，你也会痛。 这个盘子，哎呦，我求速！ 竟然这么逊，这只用骑马打真的毫无难度啊！18万呢！哦，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好像没走好就会掉下去一样。 这边小心一点啊！哎，哎，这大锅好酷哦！这个大锅离黄金树这么远，要怎么烧到黄金树？远火焰大锅。我是要下去吗？这里该不会又要打一只王吧？啊！ I have long observed the lands between this world. Is in dire need of repair and death, indiscriminate.
Are you prepared to commit a cardinal sin? 说我一定要坐在人家的血滩上面，感觉好像我一直在流血。Sure, 反正我到这里，我也不期待什么，我准备好了。Well, let my hand rest upon you for but a moment.他坐在人家血迹上面，好讨厌。喂、锅怎么自己就烧起来？我发现好帅。那火怎么点起来的？我觉得他从一开始就想这么做。哎，这么远就让他烧起来了。For the sake of the new lord. 他的左眼还会开吗？我觉得梅琳娜整个游戏的戏份好少，存在感好薄弱。The one who walks alongside Flame shall one day meet the road of destined death. Goodbye.我觉得他后面应该还有剧情吧。哇，这是哪里啊？哇，酷哦！东西会漂浮，哦，这整个是漂浮在空中的，哦，因为那个龙卷风的关系吗？哪里啊？是梦境还是？哇！钢龙在作祟。是危险的时候了。剑崩毁的法姆雅兹拉，居然是暴风雨？什么暴风雨？这龙卷风啊！虽然好像没有龙卷风这个词，前有狗。是哪里啊？哦，你这么远，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而且我还传不回去。做好心理准备了吗？这边又要打王是不是？看起来是蛮像要打王。喂，什么东西？哇，你是谁？看到就砍就对了。哎，这是在那个高原遇到那只吗？那个古龙。
他怎么没有血条啊？我看不懂他干嘛。点吗？等一下，我这边打一打掉下去怎么办？你要怎么负责？啊！我来！哦！我到一只蛮多钱，但他不是我。对，好可怕。当龙油脂，再次遇到龙是不是应该磨一点这个？我都没有在用这个。又有四伏，走两步路就一个四伏哎。哇哦！哦，施色石矿工的灵，这有办法直接到中间偷偷去拿就走了吗？死亡胎药哦，那凉亭应该没东西吧？哦，凉亭有东西，铃兰矿工，哎、欸，哟，好可怕，哟，哈哈，哎。又不是王，只是小龙而已。哦，完全看不到自己在干嘛。龙在干嘛？为了一个锻造十八。东西啊！哦，黄金片。可以亮一点吗？超黑的。喂 ，OK。哦，这四伏啊！这跑到四伏就对了。喂，喂，还有。
到这种的。很有头目，要担心双人组，又是两只的。哦，这边也是连接下来的 ，OK。怎么王先打了再说好了，双人组。啊，神皮双人组啊 ！Oh my god， 不要啊！血量是，嗯，哎，哦，这黑火很痛，啊，哇，哦，真的是痛。另外是在这里，哦，哦，啊，真的柱子被打烂了。太烦了吧！那这样我要叫小兵了。血耗光就对了，哇，这很难打呢，没有水了。黑火是关键吧？
系。好，我来试试看，仿真泪滴。好快啊！啊！啊！我的柱子！哦，反那个反射力也太强了吧！对方已经半血了呢。哎呦，结果这样变得更卡哦死。OK， 这也太差太多了吧。不、哦。这也差太多了吧。虽然是加十，但是这也差太多了吧？基本上毫无压力，我根本没有在看他们在出什么招就赢了。哇塞，这难度会不会落差太大、啊？仿真泪滴好酷哦，会 copy 你的，会 copy 你的装备跟差不多的行为，而且我现在用的是已经是 1.03 版了。仿真泪滴已经被削弱很多了，还是这么强？有没有搞错？那个难度真的是差太多了吧？啊，总觉得用了仿真泪滴之后，真的有点逃课感，因为这样子就不需要学习，基本上不需要学习敌人在干嘛。拜拜，这样子真的好吗？我觉得他如果要平衡一下，就是你用仿真泪滴，难度也不会跟一个人差到那么多吧。我觉得这样子差距有点过大，不会吗？难道只有我这么认为吗？所以我才说，不是被围殴的话，我是不用骨灰的，因为一用了骨灰，根本就无脑砍就好。现在都是龙，哎，你不是一开始的那个？没想到他变弱那么多，如果数值没改的话。锻造十七，哦，这景色不错呢，蛮酷的。不是要到那里吗？从这里这样子上去，到这样子往上那边。黄金树，现在还需要黄金树吗？都已经到这里了。
跳吗？喂，哎呦，不应该跳的，直接走下来就好了。吓死人！很有魔法。哎。怎么会有熔炉骑士？哎呦！啊，什么东西？差一点点，等一下，他是卡住了还是怎样？哎，他卡住了，呀，这样我要怎么打他？什么都没有啊，是龙的大腿吗？哎、欸，上不去啊，可恶哎、欸！搞不好有东西呢。那熔炉骑士，哎、欸，那边竟然有四斧，熔炉骑士怎么那么有喜感？要走这里吗？看起来好像是啊，有一条路。欸，下面也有路欸。啊？Ah, I see you finally made it here yourself. The city hanging in the air is slowly crumbling.What an incredible place we find ourselves. But that aside, I can't believe you felled that giant. It was practically a god. I doubt there's another soul out there who could have done the same. Of course, I count myself the great Alexander among many. Which means I've but one thing to ask of you. Would you kindly undertake my ordeal? Huh? Come and tell me when you're ready. I've been longing to fight a warrior as accomplished as you.啊，要跟他打哦，不然我一开始很早的时候就打过他了，但要在这里跟他打哦，嗯，觉得他好像会很强哎。总觉得他好像会很强。You are ready then? Then let us begin.I am the great Jar Warrior. What's the Alexander? Lend me strength, warriors. Let's become one champion together. As expected. Victor, my thanks. I knew you were the stuff of champions. It was a marvelous battle. 真的吗？ I implore you.Take what I bequeath from inside me. All vessels are destined to one day break. But the great Alexander
lived as a warrior to his last. Oh no!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碎片，我要这干嘛？啊，这是一个护符啊，内容物，我要这干嘛？这护符可以干嘛？大幅提升战技的攻击力哦，那还真不错哎。战士服亚历山大的遗物到底要在干嘛？所以只要把这个东西，把这个内脏植到新的湖里面，亚历山大就会复活了吗？好可怕，但是也蛮酷的。哎呦！那我要怎么回去啊？下进去。哦、nice 哦，又是这里啊。不知道我一大圈回来了。跳这里啊，走这个，那是灵珠舞。哦，是福奈斯。什么？哎，是你呀、啊！等一下，你怎么跟着一堆人来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们可以……哎呦！我的什么？哎呦！难得！等一下，为什么你们是一伙的啦？那家伙怎么跑了？
王护符、欸、那家伙怎么跑了？来了，这次没有捣乱者了。哎呦，已经没有什么招式可以吓到我了。啊！为什么？喂呵，他干嘛？啊！喂，动不了。亵渎兽种，吞噬权杖，兽头盔，兽盔甲轻装，铠甲，甲推。那就是王了是吧？王之前还有一只什么东西？啊，又是你啊！管你了，哦，好险！野兽祭司，这是在那个野兽神殿的那个吗？哦呦！哦，啊啊！哦，这样可以打到他。哎，哎，这样对他好像还蛮有用的哦。啊，痛！哎呦，还有这招啊！这 camera 在干嘛？ camera 被这个柱子给挡到，好烦啊！啊！第二阶段，哎呀，他没有两条血条。这是在野兽神殿的那个，那他不就，那所以他从野兽神殿跑到这里来了。
blade once more.哦，他的盔甲这么帅啊，黑金黑金的。他的剑。哦，好像很强的样子。一次呢？啊？好，再打一次好了，来吧，抓了我，快点，快点啊！啊！他要杀，他杀我的，怎么这么慢？
但是看到他了还不给我锁定，会闪以后还蛮爽的，不然那个黑火还是蛮痛的。但是会闪以后，他 P2 的招式还蛮好躲，就只有那个都是大爆炸在扣血，或者是防御也黑火扣血。还有 P3 哦，啊，这是什么一把剑，还是一个裂缝？哦，啊！
还不赶快跑，主角到底这么猛吗？哇哦，跑也没用了。The rune of death is unbound.And the lands between are shrouded by death's dark fate. But the flames will also burn the impenetrable thorns. Oh, so this way you can enter the Golden Zone. Can you now enter the Golden Zone? Has any meaning? It's all burning. It's so big. Farewell, it is then.You'll be Elden Lord yet.青之卡比探索发现，这哪里啊？又是一个海岸边吗？哦，不是哦，这是王城吧？这是王城伯德尔那边。对啊，那把枪也掉下来了，灰尘罗德尔，因为都是烧树的灰烬，让王城给掩盖了。哇，黄金整个烧起来啦！哎，这样子从远方看，它也是烧起来的吧？灰烬王城罗，如果我从起始的地带看呢？哦，哇，那个灰烬还烧到这里来，空气中全部都是这样，感觉。世间物种也活不久了，如果都是这样子下来的话，哇、wow、哦！